不一样的声音。你是高手吗？你为这个盒子应该这样喊，咯咯咯咯咯咯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这会哭的，哪个那个不行？我不想去你那块。你那边等一下，下次见你。我要赶着火车站那边。来了。这里不有人在安静吗？我吃太累呀，我刚刚。我想吃饭，我也不馋的，是吧？哎，张丽，去拿面包去好吧？哎，你赶紧安排来。面包可以。我一个。没面包了，他面包在我车上嘞。他买哎，他买一个面包，自己吃了一下饭。三十个米包能够吃完，三十个吃这个。很好吃的，很好吃的，这个毛给他吃。